清风入怀，流水写意，林深别院曾酝酿的惊喜，一半给了风光，另一半在熟悉的味道里。我们准备今天主要吃个菜豆腐，吃菜豆腐都喜欢。重重叠叠的高山叠起的是山的味道、水的味道、时间的味道，更是家的味道。先是成就美食，好才酝酿好菜，雅趣的环境让人身心舒畅，记忆的美食唤出四时风味。存在